我去田里干活了啊。你在吃啥？你看有配煎饼的好东西。师傅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，听说这款豆浆是比较不错，醇香味，我看这个配料表也挺干净的。咱们先闻一下然后再喝，闻起来豆香味挺浓的。来，给你来一杯。哎，那它这个配料好简单了，就大豆跟麦芽糖浆。哎，是比较简单了，闻起来豆香味还是不错的，咱们喝一口看一下。一般它甜微甜，但是豆香味呢喝起来就不浓了，闻起来比较浓，是吧？嗯，不行，我觉得这个产品他跟我说这个非常好，网上都卖爆了，这个产品卖爆了，都质量我感觉还是差一些，回复他吧，退不了去，这个产品不行，好吧，我跟他说一下。刚刚在冰箱找了一下，有几个大鸡腿，咱们拿这个鸡腿啊做酱熏鸡腿，非常好吃。这个鸡腿呢做法简单，大家一看就会了，而且呢适合下饭，也适合当零食，更适合下酒，看一下我怎么操作。咱们先把它清洗一下。锅中放入清水，放入鸡腿，放入两块黄糖，放入咱们准备的干料，放入黄豆酱，给它搅散了啊，放入酱油、盐，要放入松茸鲜，盖锅烧火。哎，老五，哎，时间到了，出锅，好香啊！现在啊，咱们是半成品，还要继续做的，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香了。放入白砂糖，咱们锅中啊一定放个锡纸，要不然洗锅就不好洗了。吃鸡吃饭了，阿狗，来，阿狗，哎，拜拜，好狗，哎呀，这么乖，来，吃吧。这个熏点烟熏味特别的香，吃饭喽！哇，大鸡腿来了，好香的，来，快吃吧。有没有水？太香了，来，给你来一个。嗯，哎，你看这种，咱们买这种冻鸡腿，按我这样做都非常好吃。嗯，好入味儿。啊，鸡腿这样吃好爽啊！好。
桃是快熟了是吧？嗯，算红了。红了好多，但是还没长大，可以长这么大一个。哦，再久一点就不行。长桃，那么多桃。咱们现摘现吃，多新鲜，是吧？直接来吃，啥搞？太鸡了，我喜欢吃。子期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吃了鸡腿要谢谢。对啦，真乖，好狗。坐在这里看着桃子吃饭真好。是啊。有桃子吃了。有几百个桃子，谁吃好了？占了一个。这两天去钓鱼了，那边有一个好大的石头。是吗？就是水族钓、嗯、可以啊。朋友，得到时候朋友过来开车接我、嗯、我这个三轮车到不了。嗯，好香哦。简单又好吃是吧？嗯，这如果是拿农家鸡这样做更香。嗯。哎，农家酱心鸡好吃哦。